点亮心灯，大家请起立。点亮心灯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度一切苦厄，摄利子，摄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相形式，亦复如是。摄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。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好，请大家跟着我念：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谢谢大家。我们等等，请不前人留步，多一点禅师，请复位。那各位云，请坐下了。今天众人会考的活动已圆满进入尾声。致辞，大众请起立。好，大家请坐下。我们各位点声，那以及我们今天筹备主任等下。那以及我们筹备团队各位成员，大家辛苦了哈。那我们的主任，那我们的组长，有我们各处处长，那我们各位评鉴老师，以及我们这些大朋友、小朋友参加考试每个人每个同伴，大家辛苦了哈。因为今天是我们一儿胜的哀乡
合成单位啊，今年也是啊，二零二一年啊，在我们南霞奥中心来举办啊，已经撞了两个会考。那承蒙那我们的爱想教务处啊，教务处啊，美香主任在啊长期的规划啊，长期的用心，那整个学习的我们音响，我们林建老师以及我们刘金老师，那以及我们啊各位同志大德，今天来举办我们的林建会考。当然，今天会考有计划说，麻雀虽小，那五脏俱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今天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场面。我们爱想以合成来合办，虽然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场面，但是我们实力量我们都不缺。我们的德爱先生下午。我们的罗哥哥下午，那我们的大帅哥哥下午，我们的周东升下午，我们下午，大家尤其谈到吃的东西，如果你一有正常啊，到中心给各位做一个强调，看哪个单位在组的啊这么的一个一个东西比较好吃。我相信我们一流圣堂爱想一定来第一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流圣堂每次到一流去啊，然后我们爱想每次到一流去，我们参观一些圆圆会，到我们一流圣堂啊卖的最多钱，甚至就最早就来卖吧。哎，肯定我们的东西是好吃的。那当然啊，因为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也都是我们整个团队，尤其我们爱想有一个叫爱想研发小组，爱想塑料研发小组，我们已经二十几年，当然这个研发小组研发什么研发吃的东西的啊，无论是啊什么吃的东西我们都有。啊，外边有不是，因为经过我们的同修大德，他们不惜一切的辛苦，他们用心来研发，给各位能够在吃食的同修大德能够吃得非常好的药，也吃得非常健康，所以他们啊为了各位的健康，他们不是说我今天研发一些东西出来赚得钱是碰到我的伙伴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是一口在做我们第一的事情。那尤其今天就把我们整个过去研发的一些香味，如果要整个都搬出来了哈，太多了哈，只是我们一个部分啊。我们如果以后能侵犯，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更好的啊我们的佳肴哈。就是啊，今天给各位小小透露一些小秘密了哈。那当然。今天虽然在整个活动啊就开始就要有结束了哈，那因为现在也就是说已经达到快要结束的一个阶段，那当然我们今天看看了哈，我超了100个以上200个以下哦，尤其今天有来自于嘉义的哦，嘉义差不多一二十个的啊，一些我们的一个同修大德啊，他们是在嘉义啊一个社区的义务妈妈、义工妈妈，所以他们加入我们整个爱想在运作的行列。我们爱想有在办大活动、小活动，他们都会来参与，所以他们啊从嘉义，所以租车来到这里参与我们的活动。那因为在整个来自于台北哇，像阿赫哈，你是来台北，那我们不如再来台北，今天好像没有来高雄哈，陈宁镇好像没有来哈，啊，有啦，像就是高雄的啦。
百分之高效。可是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啊一有太小，跟我们一有所谓成单位的啊，我们就大概你就回到这边来。那当然，在这部分也是为了我们整个啊办这个活动的一个光彩，我们整个活动的推动。我刚刚都讲了，我们推动这一种途径，当然会把非常有意义啊，非常有意义。运动三十年会议之谈，不可能说今天就是要你马上来背我，你马上就会背得很好。我相信大家经过老师的调教，老师的啊教导，我们这一年来，今天做一个总体检，一年来做几点啊一个总啊一个啊体检，大家好像考的成绩都不错嘛哈、哦，我还记得在那考的，有的而且比较高科段的哈，昨天就来考完了嘛哈，高科段，那我们在不断的运作，不断的哦来做一个推广。给各位不会去忘掉，我们说把圣人的这么好的智慧，这么好的资料已经传到我们的头脑来了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圣人的化身。那如果你要把它丢掉，又把它放弃啊，那不是在归零吗？是不是很可惜？所以我们要把它保留下来。保温到了什么？保温到我们眼睛闭下最后一刻。保温我们的眼睛闭下最后一刻。那个时候，你把这些状态需要带到你另外一个世界去了。你现在辈子来，你有来后面来，你的智慧都充满。哦，这个是智慧就是充满。这个就是说，那我们没有谈前世前，你没有谈前世前，就是我们在前世。我们就有对境，我们就有不境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对我们的心性啊，对我们未来，对咱未来的命运，对咱未来世界的共同道。啊，咱的家庭经典会当把咱的家庭做成一条线，把咱的家庭会当平安，把咱的家庭会当顺利，把咱的家庭会幸福，会当一帆风顺。这是一个核心的难题。这是一个破，所以咱能够啊啊多起。那青年满腹啊，刚想给他原因，给这个福利小组哈，他们这段时间也非常辛苦啊，非常用心啊哈啊，办得也非常的圆满，非常成功。那、啊、最后也祝各位啊身体愉快，甚至最后的交代，因为现在目前啊在南威。就有一个啊，有变种的疫情。我听说这个变种的疫情是非常严重，比以前的变性的疫情，它比较有困扰的。嗯。但是讲呢，这种的传播率是进大家世界的传单，进银行国控制大家国家，大家国家都无用。进目前这两个国家，现在的出行它会很高，很低。咱台湾就好超一代了吼，本来我这本来吼、哦，我今年这个月底吼，啊，看恐怕吼会学成绩有那个正常，去跟前的有啊做一个啊确认说，今年如果在疫情能够平稳下来，我们在大岭初一，我们预计要在第二圣堂大广场再办一个所谓的一个。迎接我们的一个新年的开始，来办个大活动，甚至于我们按照以前的道路台啊，在那边我们做一个表演。但是呢，因为看到这种情况了哈，那讲讲哦，怕怕的哈，所以要变，尤其在今年要进入到台湾这个国家来，台湾这一块土地来，目前有几万人要进。所以是目前的黄旅馆进黄旅馆当中不嘛，但看的话大理就进行在各位讲你要怎么嘛哦，所以叫那个黄的那个影视啊倒吹那个黄旅馆不简单才知道的，但是进来有多少钱，比如说台湾，这件事啊，
望各位哈，尽量能够啊，没有受到很多台词进行帮助的，好，就带小的长手了哈，他过去那个北京，他过去那个戴口罩，但是他不会喜欢病人哈，要戴口罩病人啊，他戴什么口罩？他戴口罩，他喝不喝？最后就我们恭喜大家平安快乐，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感谢您。感谢父亲的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感谢父亲的慈悲，各位点传师以及现场所有来宾共同谱下完美的闭幕曲。礼成第八，心意一合，途经状元品鉴会考，活动圆成。上五级老虎行，三鞠躬礼。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前人鞠躬，感谢后前人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。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感谢前人鞠躬，感谢父前人鞠躬，感谢各位点传师鞠躬。请持驾，向吉拉姆行三十公里，前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持驾后前人鞠躬，送驾各位传师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鞠躬，持驾后前人鞠躬，送驾各位。Oh.